28日，李连杰师妹王莹出席微电影开镜拜神仪式，大骚事业线。首次担任女一号，王莹可谓是做足功夫，不仅线上动作武打表演，更会全裸披床单出镜大玩色诱。不知道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可否受得了这份诱惑？就是没有穿衣服，就是会有一个床单那样子，然后去这样子去，就是要勾引我的对手。王莹在电影《富春山居图》中首度与刘德华合作，虽然只有少量戏份，但依然深深感受到刘德华的敬业精神，更大赞对方谦和友善。我觉得他还是挺谦和的，虽然那么大的明星了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谦和的一个人，因为大家工作到2、3点很晚了，然后他还是面带笑容，很敬业的工作。